到了南非哦，他们入金帐也是很可爱呀、啊，也很整齐哦。他们呢，在那里呀、啊，这种的金帐菩萨呢，也感动了很多人呢。记得里面他的深切的这个含义，事实上其实他是很浅显，但是呢，因为你透过这种真诚，让大家觉得，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好好的去忏悔一下，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一些事情？会做啊，有这一群菩萨呢，就变成了绿洲哦。那因为呢，人人心灵啊，已经不是呢那样的干旱干燥了，已经呢绿化了啦。已经呢，也是佛法滋润到了他们的心地哦，看得真很安心啊。那又看到了慈青，今天一大早天未亮啊，这样的冷飕飕的天气，他们呢勇猛精进啊，也都这样的啊。走路回到心灵的故乡，也是心灵三会呀、啊。那这几天他们呐、啊，在净思堂新传营呐、啊，应该呢也都得到了彼此的互动、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启发哦，应该呢也是心得满满。就是手中的一分钱就去救济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把这种善念可以传给大家。人生过程中啊，如果没有去真正体会一些真意的话，很容易会迷失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把握时间，就是不要让时间一直流逝，那就是一直在这样的轮回里面去过自己的生活。工商人，我爱你。Sesungguhnya saya ingin sekali memeluk Sekong Sangren langsung di Taiwan, tetapi jalinan jodoh saya belum sampai. Mungkin satu waktu saya akan bisa ke Taiwan secepatnya. Saya akan berusaha memeluk Sekong Sangren dari sini dengan bervegetarian. Minimal sehari saya akan menggunakan makanan yang saya makan sebagai makanan vegetarian. Saya akan menjadi semut yang akan mengikuti Sekong Sangren untuk mendaki Gunung Semeru. Wo ai ni Sekong Sangren.这一群都是好青年，看到了这一群未来天下呢承担重任的年轻人呐、啊，同样也是让我欢喜呀、啊。那个张同学呀、啊，是那么的贴心哦。我想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不都是呢所有慈青想要说的话吗？我相信呢，所有的慈青应该都是有这样蚂蚁雄兵的，缩小自己呀、啊，开阔自哈、哦。那这个人缩小自控大哈、哦，这实在是哈、哦、很令人欢喜的事情。昨天呐、啊，是四大志业的志策会，好、哦，我也是很开心啊，很感恩呐、啊。我们的医疗的事业体呀、啊，有四位院长都来表达，净思语要用在呢如何临床，那医护之间，还有呢医病之间，听了呢也是很赞叹呐、啊。当然教义呢，净思语用得更深、更广哈、哦。而且呢，落实在孩子的身上，不只是小学、中学哦，我们的技师学院呐、啊，还有呢慈大，除了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啊，同时呢，也已经提升到了哈、哦、研究的教案哦，听到了，人人啊，好话入心呐、啊，法入行呐、啊。都落实呢，在生活以研究，还要在推广哦。那这种的实践中啊，都是不离开佛法哈、哦。因为呢，净思语呀、啊，其实都是佛法。
我只是呢把它可以化哈、哦，跟日常的生活化而已啦。总而言之呢，真的很感恩呐、啊，这种的哦，人人都是沐浴在法流中哈、哦，人文也是一样啊哈、哦，期许啊，人文的同仁们呐、啊，开始呢就要有那一份的爱与运动哈、哦，那爱与呢？就是四色法，我们要当菩萨都是离不开呢这四种法，叫做四色法。色呢就是念思维艺术哈，就是号召的意思哈，那就是呢有四种方法，你要如何呢来号召人人呐、啊、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这种方向呢要如何走上了正确的，一定要有方法啦。所以用四种的方法在人群中、哦、第一个方法那就是布施。布施啊有好几种，有的是财施、哦、就是有形的物资啦，他穷我们给他物资，他病我们治疗他的身体，不止我们医病医人更医心啊，我们呢不是他的物资，还要陪伴呐、啊，还要带动，把他呢引领到了这个佛法哈、哦、啊，也可以呢给他一颗种子啊，为他呢这种法水滋润哈、哦，这是呢法师，还有呢。无畏师，让他在人间道上呢很稳定脚步啊，那心安稳哦，那在这个人间道路上呢没有畏惧的，安安稳稳正确的方向去，这都是呢叫做布施哦。那第二呢就是爱语啊，我们呢要轻柔的语言呐、啊，众生都是爱听好言好语啦。你要降服刚强的众生，你就要用软的，所以常常都说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呢，先从说话开始哦，所以要有爱语，而且呢随顺他的根基，我们呢要用善而柔的语言呢 去安慰他，勉励他，教育他，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口德靠顶了哈，不要呢破口就骂人呐、啊，那或者是呢，几句两舌的，这都不可以哈、哦。还有呢，力行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都要对人世间有利的，安抚人心啊，教育人人呐、啊，心宽念存呐、啊，就不会呢，常常啊，这种的。无名复兴，所以我们要如何呢来引导人人教育他们呢、啊、身口意这个善行来利益人人，就是要先将自己做起，要先自己在人群中立典范，在人群中不立典范，你如何去引领别人呢去往正确的方向走呢？所以这个力行是利己利人呐、啊，啊，也换一句话就是自觉觉他，那叫做觉，哇，圆满哈、哦，那干助利利他，啊，那利行万万嘛哈、哦，这都是呢，我们人人呢要提高警觉哈、哦，第四呢叫做同事哈、哦。同事色也是同事度，色就是度的意思哦，那就是可以随机
接引呐、啊，哈、哦，那因为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呐、啊，都是要入在这个人群中呢，我们好好的来度化众生。那同事哈、哦，当贼来做好代志啦，来接引人人。各位菩萨们，我们真的呢，要身体力行啊，力典范呐、啊，看到了我们。这一群菩萨哈，那那样的用心，所以呢，我们应该呀、啊，要好好的，了解到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时间累积呀、啊，哈，那空间扩大哈，那这样呢，我们的天下就会有希望。